加宪哥的节目，因为亮眼外形和精湛歌艺被宪哥一眼相中，经过多次录影观察后决定跟他签约合作，在宪哥旗下藏了三年，经过一连串的受训，终于在去年正式出道，近来也到大陆参加歌唱节目，在受访时他也开心分享宪哥给他的鼓励。 Lisa 透露宪哥总是称他第四个女儿，所以他都是说爸爸希望你加油。另外宪哥也录制打气影片让他好好享受那个舞台，该受访片段曝光后也让吴宗宪第四个女儿直接登上微博热搜，粉丝知道宪哥把她当女儿看待后纷纷狂赞宪哥眼光真的很好，除了外形亮眼，在第一轮也以高分过关，真的是又美又有实力啊。